首先呢，先祝你们新年快乐。那么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我们不知道今年到底可不可以过年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仪式感还是必须要有的，所以呢，我还是决定录制这个视频跟你们分享我们新年的好物。那介绍的好物就是它了，我们卡布拉公司推出的新年版限量礼盒，然后呢是全球限量2000套而已哦，卖完就没有了。那么你们一定很期待礼盒里面到底有什么呢？马上告诉你。首先呢，里面会有我们6支产品，就是3支 Hair Tonic 跟3支睫毛液。当然，这个产品呢，你们可以自己去 mix and match， 你们可以混搭你们自己喜欢的。再来呢，1把防静电的气垫梳，限量版眼线笔2支，精美红包封4套。跟你们讲哦，好料呢永远是留在最后的。那个礼盒里面还有一个最重量级的产品，也是要送给你们的，就是它啦。这个呢是我们公司呢配合农历新年推出的新年版的睫毛液。那么呢，它呢只送不卖。今天你有再多的钱呢都买不到它，因为我们只是送而已哦。给你们看看它的真身，它长这个样子的，它是青蓝色的，然后中间这边呢是玫瑰金，然后后面这边呢是我们公司的 logo， 整个看起来就是很高级，然后谁看谁。谁喜欢呐、啊？这个现在呢，应该很多人会心想：哇，你讲了那么多，你的礼盒又这样给，有限量版的东西又2000套而已，里面又那么多产品，到底是多少钱哦？一定是很贵的咯，你的产品。那么呢，现在我就要告诉你们，这一套礼盒呢，只需要888就能够让你带回家。记得哦，我们是限量2000套而已哦，卖完就不会再增加了。